噔噔噔噔噔。开了这么长，好神奇！看来这个摆放的位置很重要，我等会儿就要这样放着。为什么那个画面有点晃晃的呢？擦一下这个镜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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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听我先给您说一下，就等一下您开播的时候是应该是想希望就是先去跟前台小姐先在那聊一会儿，然后是华哥想意思就是然后再走过来跟你一起，然后再继续开始整个直播流程。对，我是说什么时候过去呢？我已经准备好了，开播了已经。一点。啊，一点。那我就现在过去吧。现在也可以啊，就是先给就在前台。对，我先给前台那边说一下，把灯开。哦，还没开灯呢。我头发帮你弄一下。啊？他把你弄的。哦。你记得自己也要拨一下头发，我们要都拍到侧面。这样，保持亮度。你就多拍。多去看看，多去看看。开灯了吗？我们斗鱼居然中午大中午都不开灯啊！提出批评，毕竟今天我也是一个超管，我跟你说，我也是有着监督作用的哦。好，开灯了，开灯了。看一下这里信号好吗？嘿哈喽，前台小姐姐。对，还没开播，我给你打个招呼。你在看我？啊，在看我。哇，好漂亮啊！你看我们的斗鱼前台的小姐姐，好漂亮哦。这里长了一颗那个的哪吒痘，贴了痘痘贴应该看不出来吧？上次我们也来过的，你们记得吗？但好像不是在一楼，我知道，我是说来过这栋楼的，对，就跟肖央老师一起做的活动。我刚刚闻到了鲨鱼，全是鲨鱼，哪里有鲨鱼？哦，这三只，这个鲨鱼是送给我们的吗？还是等会儿要抽的？一会儿送给你。哦，是我拿去的。一会儿这么长，给你的就直接给我。哦，那应该可以。嘿嘿，那我们可以送吗？可以啊。耶！争取给你们多要点礼物啊！记锁一下吧。可爱的，他抱着鱼玩。这只能往里开，那只能往里。我们这个斗鱼的门呢，该上点油了。咱们的都开着。拍照。最大的大谁呢？杰森。瑞吉呢？这不是在武汉，这是北京。北京斗鱼。你妈再换个姿势。换个姿势。今天这个不叫大波浪吧，这个是叫小卷儿，小卷卷。北京分部，怎么还不开始？还有两分钟。哎呦，还有两分钟。这边在工作嘛，我来看一下我的同事们啊。今天我那个从主播我也要那个化身超管，我也正式入职了。这写的啥？前台没人时，请随手关门。泡面头，我觉得很可爱呀、啊。
那一会儿华哥，我们让华哥从门口进来吧，就显得。